欢迎继续回到华谊风云榜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尹吉成先生。他不但呢目前拥有24家麦当劳的连锁店，他也是亚裔公共事务联盟的创办人。那么为什么呢经营餐饮业可以跟这个政治呢会联想在一起？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一段故事啊。那么我们继续访问 CC 啊，在您的第一间麦当劳店啊，您刚说也其实是碰到了很多附近的环境的一些困扰。那么但是您在您夫人啊，这个黄女士她的一个帮助下呢，因为她本身是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，所以她对社区也尽了很多的心力。那么从这个社区尽心力开始，慢慢的让您的这个生意也慢慢的好起来，跟社区之间的关系也慢慢的都建立起来。后来这些旁边邻居也都非常友善吗？要抢的也都不抢了吗？是的，这是事实。那个他们有那个就是流氓，中国人叫流氓，他们叫 gangster 嘛。嗯哼。反正就后来就告诉他后面的卖毒药的人说，嗯哼，不要去 bother CC， 不要去找他麻烦。他是在那边帮我们服务的。帮我们好的食物啦，好的地方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这些流氓这些啊，他们就是那方面就是卖药、卖毒药，然后有那个妓女啦，然后这个就是流氓，这些三个人去控制那些地方的，警察都不来的。他就说呢，那这个周末呢，他们还是要上教堂的。啊，对，爸爸妈妈小孩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礼拜天要出去的，没地方去，那个地方没地方去的，我的地方就特别好，大家也不捣乱，现在也后来大家都不来捣乱了，也不来抢钱了，也不来杀人了，所以他们自己家庭的叔叔伯伯啦，现在就礼拜天就到那边去，就是很舒服嘛，我们对他很尊敬，然后他社区里面的学校啦。然后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的 birthday， 我们这个组全城市给组织起来，帮助他们的庆祝啦，办这个运动啦，这些事情他就很喜欢，所以后来我们变成他们的很好的朋友了是，所以那些坏人也不找我麻烦了。那政府呢，我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警察不保护我，我就去帮助选一个新的市长。这个市长呢就把那个警察局长坏了，这个新的警察局长就来保护一点点了，不多、不多，也有一点点，一点点帮助很大了。是，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才学会参加社会、参加政治，不是我喜欢，也不是有才分，生活要生存的关系。所以中国人啊，很会学习，到国外去，你看这个广州人去了，中国人来了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们很会学习。我们中国人的才分很多，很努力，然后做事情很诚恳，就慢慢建立很多这种信誉起来了。这种信誉就是我们最好的，对我来讲是最好的价值，最好的财富。所以中国人在世界上，在美国能够每个人都能很成功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就是用这种一样道理。没有什么区别，给大家做的做法一样。是，那其实在这个社区里面哈，其实我们讲说有些帮外分子他自己也是有家庭的，那他们家庭他们也是要有去玩乐的地方，他有姐妹也有兄弟的，对，他们也是要替他们考虑说，如果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亮干净的环境去用餐，他们也不想把那边把它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就是这种服务呢其实也感动了社区的人。我那个地方原来是他们做这个 drug and prostitute 中心的，他带客人就是来买东西，不是多半不是买食物的，都是来买毒品，多半是买那个。当时当地人也要吃饭，因为那个地方很穷嘛，也没地方吃饭，都是有铁门呐、关起来的，他所有的店都是铁门的。OK， 那所以他们也要吃饭的啊，知道？所以说他们当地做那个卖毒的也要吃饭的。也要吃这种比较好比较便宜的饭，是，所以我就把东西整理得好好的，对他们很尊敬。那我就说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做贩毒，不做这个娼妓，或者我知道你不要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，我给这个区，他就同意了，他喜欢这样子，他对我们开始对我开始相信了。是，那这其实的中间哈，您是一家店成功的经营之后，那也引起了麦当劳这个总公司的注意，所以后来您一间一间的申请也都蛮顺利的，陆陆续续也都通过了。那么
是在这中间呢，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因为您那个是很多的是非裔朋友居住的区比较多，所以呢，当然有来上班的也有很多非裔的朋友。那么其中呢，这个员工表现不好的，您也是会把他们革职。这中间又有发生了一些让您觉得也是非常感慨，也是开始努力说，认为这个应该要从事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服务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他员工后来我就把这个中 Chinatown 中国人呢、嗯、还有那个西班牙人从聂伟区域我运他过来、嗯、跟我一起做、嗯、光是黑人也不行的、嗯、后来三个合起来就做得很好、嗯、哼他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了、啊、在美国做那种工作的时候、嗯、要合起来做、嗯、一个组都不好的啊、嗯，那刚开始别人都不来，当然，慢慢的就安全就来了、嗯，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。我要开销啊，也我不大懂这个他们的这个、嗯、他们这个帮派了，嗯，所以我刚开始也不懂，也很危险了、嗯，他们又会杀你的，知道吧？嗯你要被外边他做工的话，嗯啊，我运气也不错了。还没有被人家、嗯、被人家杀掉就是了。没有，那是因为您就是也许您不清楚，但是您因为很努力的在做，他们慢慢的也都看到了呀。当时不晓得了，嗯，不晓得，后来才想大概是这样子。大概是你看这个人很老实了、哦，也帮着、嗯、也帮当地人做事了，嗯、然后也不懂了，也很努力。嗯、大概他现在就说这个人。你杀了他也没有用，赶紧让他帮我们做事情。这也不错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。做得很好，不太好环境，然后参加这个竞选，帮人家竞选了、嗯。慢慢这个市里面的议员啊、市长啊、警察局长啊，就开始做朋友了。嗯哼，这样朋友就保护我。嗯哼，是那。